机械英雄出少年，欢迎来到我们英雄出少年的游戏现场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。今天呢，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还有非常可爱的少儿频道的主持人，他们就是行动哥哥的陈怡姐姐，大家好。还有这边的毛毛虫哥哥和杜月姐姐，欢迎你们。同样还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，来为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张艺文，今年八岁了。嗯，欢迎张艺文。我叫刘泽静林，今年十岁了。我们名字比你们名字多一个字。这一上来火药味就挺浓的呀。我们要玩什么游戏、姐姐？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左右互搏术啊。这没有袖子可以撸了。好的是你们的臂力哦。左右互搏，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站在高台上进行拔河比赛，同时双方各有一名队员站在同伐区。拔河获胜的一方将得到选择发射器的机会，按下发射器，同伐区将随机落下一枚大球，被砸中者将失去投掷飞机、挑选礼物的机会。队员们加油吧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大家选择一位队员上场吧。我来这边是金豆哥哥，这边毛毛虫，加油，准备开始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宣布毛毛虫的这一轮失败了。那么金豆哥哥这一边呢，可以选一个人去那边按响我们的发射器。陈怡去，陈怡，陈怡去。另外一个人要站到后面去。小朋友，站。选哪个？好，陈怡姐姐选哪个呀？小朋友，你说吧。挑兵挑将，看谁是我的好兵。祝贺你！那你们可以到那边每人选择一架纸飞机。纸飞机了，哇！来，小朋友下来好不好？扔啊，往上扔！飞！往上扔！毛机长加油！哎呀，还行，看啊！哎呦！深圳到岸机场，奇迹发生了！哇！记住，这个机场是你的福地。是的。赶快到后面的深圳宝安机场去选择一个礼物。去吧，深圳宝安机场，爸爸不用去，他们给拿上来。他们给拿回来。好，把对，就他吧。哇，这只海象真漂亮，非常适合。这是企鹅。这是企鹅吗？哇，这是企鹅，好漂亮。获得一只可爱的玩具。好啦，我们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节目，大家不要走开。